Hello，大家好，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我是你们速报君林炫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最新游戏试玩呢，是刚刚登陆 Steam 平台、Xbox 平台以及这个 Switch 等平台的一款独立游戏啊，名字叫做《牛车水侦探社》啊。这个牛车水其实指的是这个新加坡的唐人街啊。在这个游戏当中呢，玩家将扮演侦探阿米拉·达尔玛，探寻2042年的新加坡，游历整个世界来追击罪犯、收集线索和寻找证人。游戏中的一些谜题结合了非常多的现实信息啊，有时甚至需要在真实世界进行调查，这可能包括在网上寻找机场代码或追踪一句神秘格言的出处。你不是在扮演侦探，而是要成为侦探啊。这个游戏首发还加入了微软的 SGP 服务啊，所以感兴趣的同学记得去关注一下啊。我们一起今天来试玩一下，选择新游戏，哎，是的，这个游戏好像还有中文配音啊，反正这个本地化做的好像很好。这个游戏的本地化是青语游戏工作室做的，负责的啊，也感谢这个青语提供的这个下载码。Man looks upon all that he has made, 男人看着他的成就，沾沾自喜。That it is good. Look upon my works, he says. 赞扬我的杰作吧，他说，崇拜我的伟大吧。He recounts his deeds. 他在文字和歌声中回味着自己的事业。他是这种霓虹赛博朋克这种像素风啊。But there is no one but himself to marvel at his dominion. 2042年的时候，他们这个红绿灯已经变成这种了。He knows this, and he is afraid. The idea that he is all alone in the inconceivable vastness of the universe. 在如此庞大的世界里，自己居然孤身一人啊。Into action. So he creates his greatest work of all.A tribute to his likeness, an extension of his being, a witness to the brilliance of its master, and the executor. 还有这个机器狗在搜查人类的这个身体啊，在搜身。But man's greatest work of all.还蛮赛博朋克的啊，这不是阿仔间的阿间吗？他看到的只有腐败，六王公司， Vanity, 自负， Hubris, 狂妄。开场感觉挺，哇、哦，怎么了？ And it dreams 他梦想着一个世界， untainted by the touch of man. 人类无法触碰的世界。哇，一年后了，直接就啊。It's a start. 起码是个开始。阿米拉达尔玛，这是我们的主角啊。I'm here for the housewarming party. 我是来参加乔迁派对的。哎，我看一下啊，这个语言能设置。中文旁白吗？好像不行啊。我们继续。我是来参加乔迁派对的。Well, well. 堂堂警官居然凌晨还在牛车水闲逛。牛车水就是新加坡的这个唐人街啊 ，Chinatown 的名字。Once upon a time, maybe. These days, 在牙龙连警长都是个摆设。Furniture down in Geelong.感觉这个贾斯汀徐好像是个中国人啊，这个英语好像不是很标准，应该是个华裔。Hey, brought you a little gift. 给你带了个小礼物，看看是什么礼物。I don't drink, Justin. Oh, 不喝酒、啊。Keep it in a cool, dark place and away from reach of children. 说不定哪天外面连酒都买不到了，就值钱了。Did you bring me anything else? My first job. 给我一个工作，可能更实际一点、啊。Oh, got into the chase, huh?I am a business owner now. I've got bills to pay. 还有一堆账单等着我付、啊。Yeah, I've got something. Okay, 确实有个工作啊，有个潜在的客户。I've already told him about you. He doesn't like me. 但是我们需要去隐蔽一点的地方去见他哈。OK. SPF.
警察 ？Civilian 啊，是个平民啊。When are you going to hook me up with one of your officer buddies? You know, real work. 女主想要一个警察的工作。Secondly, you don't want to get involved with contract work at the department. Trust me, you do work you regret for a pittance. Okay. And lastly, this is real work. 这家伙人脉很广，而且他出手大方，足够让你养活自己了。Okay.You know, you can always just come back. The force is in bad need of people. 看起来我们以前也是警察局的。他说我们可以随时回去。No. 对吧？我的警察生涯已经结束了。No harm in asking. All right. 行吧。Thanks. Thanks. 算我欠你个人情。Take care, Dharma. Stay safe. 注意安全。我们这就接了一单活啊。This guy has a penchant for the cryptic.Under the shade of a tree, where a man 这个人给我们发了一条短信啊，说在树荫之下，他与宇宙合二为一，所以就是让我们去这个启蒙之树下的一场午夜野餐。The Bodhi tree, 菩提树。The Buddha was enlightened under a Bodhi tree, but they aren't native to Singapore. 菩提树并非新加坡本土植物。Although, that doesn't mean there aren't any. 所以我们就应该搜一下新加坡哪里有这个，是吧？欢迎来到牛车水侦探社，任务将带你前往新加坡乃至世界各地啊！当前在此任务中，你需要找到一棵菩提树。点击下方的地图按键来查看地铁路线图，然后点击目标地点前往。OK， 按下，这是个 M 键还是 H 键啊？看一下 H 还是 M？ 哦 ，H 键 ，OK。H 键可以高亮啊，我们来看一下，这里有什么可以互动的？外卖菜单哦，这应该它只是以前收集到的一些东西啊。这有一个档案柜 ，OK。这个哦，全息图呈现的世界啊，可几乎看不到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太小了啊。看一下我们电脑里边有什么呢？这是我们的电脑啊，收件箱好像也没什么东西，现在也。OK， 那我们看一下地图，我们要往哪儿去呢？看一下菩提树，并找到种有菩提树的所在。这我要去哪儿找呀？关键是，我们来找一找啊，牛车水啊，应该是去植物园，我估计应该是，对不对？植物园里边才会种各种各样的外来的植物，对吧？所以我们先去植物园应该是对的。OK， 哦，植物园建造于1859年英国殖民时期，无数动植物在那里安家。但我只要找一个天鹅湖旁的菩提树。OK， 客户应该就在那里等我，但我应该先骇入公园大门。啊，公园的大门你还要骇吗？啊，这个怎么弄啊？欢迎使用已连接至门禁系统啊，请连接相同图案已骇入系统。这是啥意思呀？发现错误配对。啊？哦，就是让我们在这里边试相同的图案的。三角也不对呀，这个，哎，这个好像跟这个，啊，完了，都不对，好像，这好难啊，这两个是对的，三角跟三角是对的，这个跟这个是对的，这个跟这个是对的，啊，也不是很难哈，这个跟这个是对的，这个跟这个啊，这个跟，这个应该是跟这个。是对的 ，OK，OK，、OK OK, 搞定了，获得权限啊，可以进去了。这就是菩提树是吗？看一下我们的客户来了吗？哼哼，大半夜的跑到这个树下边来。There's nothing quite like the solitude of the gardens without all the children. 这人叫做鲁伯特·周啊，这也是个华人是吧？I wouldn't know.
我这辈子第一次在午夜非法闯入植物园。那这个委托人是怎么进来的？他只和有能力的人打交道。OK。Please call me Rupert. I work for a. 他叫鲁伯特啊，为一个兴趣广泛的特殊群体工作。我们很看重隐私啊，所以每当需要跑腿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工作外包出去。OK。I like the sound of that. 对，我这个侦探不是流氓啊，不过下流勾当。Not a thug. Oh, Miss Dharma, I'm not looking. 他让我们来调查真相啊，不是让我们大打出手。OK. Were you to choose to use those? 话是这么说啊，如果你在调查过程中需要选择这些手段，我也无意阻止。OK. One of our own is in need of some. 他们的一位成员需要帮助。他是一个保险公司的老板，公司在全球15个国家都设有办事处。The financial controller, 他的公司里有个财务总监啊，连同公司金库中的数百万美元一起消失了。哦，就是这个菲利普吴跑了，携款潜逃。我们的一位承包人远程骇入了吴先生的手机啊，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一条来源不明的短信，上面写着人民的统治的优点优首先就在于他最美好的名声，那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是什么鬼啊？Indeed. 手机失联前最后的位置是在国家图书馆。这则信息一定指向某一本书或者文章。Yes, that'd be nice. 但没有必要汇报。大部分时候你的位置我们哇，你们都已经监视我了是吧？But knowing that I'm dealing with a secret society of Singapore. 对呀，肯定会觉得这个委托人很恐怖啊。Resourceful and funny.I like you already. 这人还自以为很幽默啊！哇，就是你已经监视我了是吧？你的任务目标为右下角。OK， 我们来看一下啊。好，现在你可以前往菲利普吴的最后已知地点，就是那个图书馆，对吧？日志啊，我们来看一下国家图书馆地图。国家图书馆在哪儿啊？我应该去市政区，应该是市政区吧？这好像也没有国家图书馆可以选。是这吗？哦，是这，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啊，政府都已经负债累累了，它居然还开着，我得去数据库搜索一下，我该去图书馆的哪个区域找书。 OK， 我们要去搜索一下数据库，看看我们要去哪儿找书。哎，在这儿。在牛车水侦探社中，一个关键的游戏机制是玩家需要自己解开谜题啊。使用互联网搜索信息可以帮助你破解线索。在这个案件中，你可以搜索鲁伯特对你说的那句话，然后将这句话出自的书本名称或者作者名称。哦，这好像有点难的哦。我们来搜一下啊，人民的统治的优点，看一下这个是什么。优点首先就在于他的最美好的名声。我们来看看这是本什么书啊，我来搜一下。哎呀，直接百度搜吧。人民的统治的优点，好像已经有人，已经有很多人搜了啊。这本书应该是希罗多德在历史当中说的一句话。希罗多德哈，我们来搜一下。作者名、图书名或者关键词。哇，这还真的要打字呀！历史这本书。OK， 提交一下。
请前往这个图书馆的地下一层。OK。哇，那这个游戏我 Switch 要怎么打呀？哦，也可以打中文。地下一层，对吧？地下一层。OK。那我们应该找谁来找这个书呢？是不是应该？Wow, look at that! A new face! You here for the free Wi-Fi? 当然不是呀，我们不是来蹭网的，我在找本书。OK. Sure you are. Oh, you're serious. 他以为我们在开玩笑是吗？ Sorry, it's just that we don't get many visitors. I'm looking for 我想找这个希罗多德的历史。My goodness, Herodotus. 这种书估计平常是不是没什么人找啊？估计很罕见啊，居然有人会来找这本书。这本书里是不是隐藏着什么秘密？ Here we go, the histories, Herodotus. 特威克纳姆出版社，1952年版。Probably hasn't seen the light of day. 这个书里边肯定藏着什么秘密，对不对？ Nothing seems to be. 但是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On the contrary, a lot of the stuff Herodotus wrote in the book is pretty out of the ordinary. 写作的方式十分新颖。Chronicling snakes and 有会飞的蛇、狐狸大小的巨蚁等等这样的东西。Hang on, some parts of these pages have been underlined. 有些字被人画了下划线啊。Yeah, some people like to do that. Okay. No, there's something strange about this. 只有个别字母被划出来了，这是某种密码。This is a clue.那是什么字呢？ Look, I'm trying to track down the last. 我想知道上次借这本书的人是谁。我能调阅这个监控录像吗？ Technically yes, but you'll have to fill a J2 form. 要填表格啊。B form and personally hand it over. 那怎么办了？ No, I haven't got time. Hang on. 我要不然自己害进去得了。I'm a private investigator. 对不对？ A person's gone missing, and I'm trying to track him down. 哎，你怎么说实话了？ And you're thinking the underlined parts are a clue? 对。I don't think.They're a clue. I'm pretty sure. 我很确定。Do you think you could at least help? Yes, but I'm not really allowed to tell you. 他说不能告诉我们。Not even for $100. 哎，贿赂一下，给你$100，怎么样 ？And of course, there's the price. 哎 ，So this is what it's come to. 没想到啊，没想到。Politicians getting bribed. 这年头政客腐败已经习以为常啊，但居然连图书馆员都有人贿赂。I'm sorry. 你是不是心动了 ？You're right. Tell you what.操，他只是嫌便宜是吧？让我加到300，200呗，砍砍价。哎 ，300 it is。这个女主连砍价都不砍，直接就答应了。哎，什么冤大头啊？吉纳维夫高的人接过。OK， 他在哪儿呢 ？Now we're really breaking the law, aren't we?Let's get real. 这犯法了。The law is out of. Well, 你们这是在人肉别人对吧？乌洛北大道42号，12408室。Perfect. 乌洛北。Listen, I'm gonna have a look at the book. Maybe I. That would be extremely helpful. Ooh, does this technically make me a private eye now? 感觉这个美婷好像很激动啊。Yeah, you could say that. 笑死了。Okay, I'll. 看一下啊，前往雾落，最后一个借书的人住在雾落北大道42号。OK， 那我们要去雾落啊，这儿，来吧，走。我们现在银行账户里只有1694了啊，刚花了300，对不对？雾落是新加坡最繁华的居住区啊。OK， 但是我们已经有这个。具体地址了，最好给鲁伯特打个电话。在这儿是吧？已经来了。哎，阿米拉，进展如何？我跟着线索来到了雾落的一处公寓，42号，没错。你果然可能已经知道了，家里没人，我可以骇开门锁。去吧，我的人会关掉那里的监控。这个鲁伯特好强哦，还能把人家的监控直接给关掉。哎呦，又要这个判断了啊！这不对呀、啊！哎，这个跟这个是一个 ，OK。然后这个好像没有哦，这两个居然，我靠，这运气居然蒙到了！哦，这个也蒙对了。啊，这两个不对哦。
哎，这两个是一样的。哦，这两个不行，那应该是这个跟这个，这个跟这个。OK。哎，你们这些门锁也太好害入了啊！某人走得很匆忙，我应该先把灯打开。OK。灯在哪儿啊？波动开关。哦，这居然是个灯。看一下这有什么，有酒瓶，有这个红酒啊，很贵啊，应该是。这有个电脑，对吧？看看这有什么东西，走得太急都没关电脑。看看这个，发件人啊，吴菲利普。哦，高吉娜，主题是计划。这他妈给了一串这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呀？1447，这完全看不懂是啥，一个密码。哦，还得回图书馆一趟是吧？这有什么呢？机甲都，哦，结果还是个胶佬是吧？这里边有人吗？哦，他已经不在这个国家了。行吧，那我们再回去一趟啊，回一趟国家这个图书馆，反正拿到了一个密码对吧？我们刚刚拿到了密码，然后再去找一下那个图书管理员。走吧。哎呦，他们现在这些人留线索都留得这么隐蔽啊！ It appears the book is a key to cracking some secret message. 哎呦，这个美婷是不是发现了什么新线索？ The highlighted letters and the page numbers are linked. 划线字母和书的页码有关，可能对应一则加密信息。Kind of like this. Yes. The message. I'm betting these numbers point to a specific page in the book. 这些数字一定指向特定的页码，而页码对应一个字母。Let's try it out. 那我们来试试啊！我靠！这能试出个蛋来啊！1447，啊，那应该是这个 L。看一下14479779。好像没有779啊，只有77，但是有144，是个 L 77是什么 U 是吧 LU 99有吗？99有 D LUD 104有吗？104S 115有吗？好，哦，有 T 151有吗？751好像没有，这有个75啊，75是 O。142有吗？142好像是不是没有142啊？有吗？哦，有 W 69是啥？哇，这个游戏的解谜还挺难啊。69是 N。LUD, Ludust Town。这是个什么？这应该是三个单词啊。142W。109。哦 ,109。有109吗？109在哪儿啊？哦 ，E W E
109101101在哪儿啊？哦，101是 D 69是 N 69是 N 109哦哟，他这个真的有点麻烦啊！109104109998，应该是99，应该没有998，应该是个 D。99841455是哪个？155是 Y。Wednesday 是吗 ？Latas Town Wednesday 125125是什么？看一下啊、哦，有125吗？125是 S， 112是 I， 97，97在哪儿？97是 X，6，121是 F。121120，120在哪儿啊？120是 O， 120是 O， 86在哪儿？86是二，115在哪儿？115是 T，six foot， 182182，最后一个单词了啊，182是 Y，six forty。这什么意思呀？雾都星期三6:40。这应该是见面的时间啊！雾都星期三6:40。A meeting place and a time. 雾都是哪儿呀 ？Lutz Town. 重庆。Never heard of it. Wherever it is, it's probably where Philip and Genevieve have gone off to. I doubt this place is in Singapore. 雾都。Genevieve. 那肯定是重庆呀。Says here there were only three flights at Istanbul, London, and Osaka. I'll have to do a little digging to find exactly. 那应该是伦敦啊，雾都伦敦。I gotta go. No problem. Okay. If you need my help again. 哇，那我们要去伦敦啊！我们来搜一下，雾都是不是伦敦啊？阿米拉，菲利普吴和他女友已经不在新加坡了。你知道他们去哪儿了吗 ？OK， 他要提前给我们一些这个报酬啊。行。OK， 雾都。现在你知道了嫌疑犯所在位置啊，是时候乘机前往了。游戏中有一个航班预定系统，叫做荷鲁斯，点击下方的荷鲁斯来查看并订购。OK， 然后你便可以前往机场。OK， 雾都肯定是出发地是新加坡，对吧？然后目的地是伦敦。雾都是伦敦吧？雾都，我来百度一下啊。雾都啊，雾都应该就是伦敦，对不对？对，雾都伦敦啊，是伦敦。出发时间，我们现在是几点？9点。起飞时间8点。那我们确定吧，先预定一下好不好？新加坡到伦敦。
预定航班。哦，还要选是吧？8月3号，3月8号6:40。那选这个吧，550块钱，这个多少钱？550。那选这个啊 ，OK。请选择啊，未来日期哦。这我们应该是选明天的，对不对啊？应该选8月4号。哎，这个好像可以，但是我们估计能赶得及吗？预定航班 ，OK。然后我们怎么前往这个航班呢？哦，机场，来不来得及啊？感觉可能要迟到了呀，是不是啊？登机，我操，好像迟到了，这怎么办？荷鲁斯，我操，我们的钱好像白花了。我以为时间赶得急呢。新加坡、伦敦，哦，8月3号。那为什么他没有8月4号的呀？我就想知道。那我现在不是选不了吗？这根本就选不了啊。那我们按 W 键开启这个等待时间啊，等待它5小时。 OK， 到8月4号啊，直接。 OK， 哦，3月9号直接到。 OK，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新加坡到伦敦3月9号6:40。OK， 可以选这个预定航班，确定，是不是可以登机了 ？OK， 哎呦，难哦！这个游戏确实是，你还需要在现实生活当中来查这个啊。哎，鲁伯特给我打电话了，稍等啊，看看鲁伯特能帮我查出来什么。1小时后。城市监控系统在金丝雀码头附近的一处公寓。哦，这么牛逼啊！监控录像显示一个与菲利普特征相符的人几个小时前进了公寓。OK。哦，那我们现在，哎，那个线索呢？是在那个码头，对不对啊？金丝雀码头公寓。哇，直接就进去啊！这个鲁伯特又给我们打电话了，你到了吗？ Yeah, 对，已经在门口了。哎呦，这个菲利普还是个曾经当过特种兵啊。Thanks, don't worry. 那我怎么办嘞？打得过人家吗 ？Mr. Ng, I'm Amira Dharma from Singapore. I've been sent to ask you a few questions. 占用你几分钟时间？哇，直接开枪了，可还行啊 ？Looks like the diplomatic solution isn't going to work today. 那这个游戏有战斗系统吗？当你看到阿米拉的头顶出现瞄准镜的时候，按下并按住这一键来取出枪支并开始枪战。我靠！哎，哦 ，What are you doing, Philip？ 哇，他这怎么还绑架了他自己的这个女朋友 ？Yes, you are. So is Genevieve alive. 把枪放下。I've done what I was. Even if it means we have to die. 哎呦，他应该是干了什么奇怪的事啊？要以死也要承担啊！当进入枪战时，你的鼠标将成为瞄准镜，射击菲利普并让他失去行动能力。建议你选择射击目标的手或者胳膊。哦，小心啊！你只有有限的时间。OK， 直接打了他的胳膊啊！哎 ，OK， 没想到这还有射击系统，有点牛逼。
The woman of the hour is back in the house. 这个案子就这么结束了。He was discharged from the hospital yesterday. 直接被押到了总部。He was carted to CID HQ, but he had... 他还挺有故事的。It appears Philip's little heist was his idea. 他的抢劫并非自己的意思。那是谁的意思呢？被谁指使的呢？He had accomplices? 有共犯。Accomplice suggests it's more like he received instructions from someone else. I've got a feeling that you want to hear from the critical. 看起来他也是个被雇佣的。Be thankful. Repeat. 哎呦，又有新任务啊！这年头回头客已经不多了。Get yourself something. Call me when you're ready to go deeper down the rabbit hole. 哇，我们赚了好像4-5000-5-6000啊，六七千吧，8000多块钱了现在。Good day. 牛逼啊！游戏在每个任务结束时自动保存 OK 哦，已经自动保存了是吧，午夜野餐这个按键已经关闭了啊，可以打完了第一个按键。几天后 God what a shit OK 啊，这个因为这个试玩时间的限制啊，我们今天试玩就给大家演示到这里吧。然后今天给大家试玩的这个游戏名字叫做牛车水侦探社啊，这是一款这个登录了 Steam 平台、Switch 平台以及 Xbox 等平台的一款独立游戏啊，一个像素风的这个暗黑赛博朋克风解谜游戏啊，牛车水侦探社。大家感兴趣可以去找一下啊，游戏还首发加入了微软的 SGP 服务。这里是主机游戏速报，我是你们速报君林迅啊。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呢，欢迎评论、收藏和点赞。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喽，拜拜。